你好，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老师有一项非常非常厉害的难能可贵的技术，可以用各式各样的刀，可以剪出各式各样的发型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小至迷你刀，大至开山刀都有。你需要看一下吗？哇！带了两把，这最基本的了。著名必备。啊，对。这个是粗草刀，这个是粗草刀。确定可以用那个刀剪吗？我要剪齐吧。我是有听过按摩啊，但是你有听过剪菜刀那个剁头？真的假的？有，我看过影片。好可怕哦！老师，我们不相信。不相信？我们要。亲眼见的，只要有适合的 model， 马上都有。楼下很多姐姐妈，我们楼下很多。姐姐头发很长，还是你本身有在兼职收账的那个？对，只是收账，没有人在带刀的。对。那个是工作人员。对差点已经够瘦了。Vicky， 你有想到今天要被剪头发吗？没。那时候看到他剪的时候，我想说，真的可以这样剪吗？这样剪确定 OK？ 哇，哎，准备要开始了吗？哦，要切了是不是？来喽，来喽。我真的是头皮发麻，抓着一把头发，然后这样子拿刀子这样削，我就说天哪，好可怕哦！那发膜就是这样被拉头发，我们就觉得说能好看吗？能吗？这样，好可怕，好可怕！怎么样？超可怕！天哪，好可怕！哦，老师，我还活着，你叫得这么惨干嘛？天哪，不是，真的大剪哎！哇！我还会刮，对，他好像在刮痧哦，他好像在烤那个鱼鳞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有那个刮痧的声音，就看他那边刷啊这样之类的，然后说哇，超级帅，但是为什么不用剪刀呢？我觉得工作人员蛮倒霉，就睡得又少，生活品质又差，然后有事没事都被他叫过来用菜刀砍头发，到底为什么？大家有说要剪那么短吗？好，停！奇迹的时刻到了，请大家奇迹，站在我后面看一下，换位置喽，换位置喽。来，你们认为长度有变吗？没有。那刚才剪下来是什么？层次变高，层次变高。对。它剪掉下来之后的话，它你往内是羽毛。OK。对，层次是没变，但耳朵有流血。后面也要长，后面也哪有夸张？开玩笑，开玩笑，老师。哇，有 Lisa 的那个感觉，Lisa， 你知道 Lisa 吧？他永远都那么硬。不要。那我想试看看。你有问过当事人吗？我们都远一点。平常对你也蛮好的，姐。还有吧。想知道我们在营业中二会遇到什么有趣的事吗？快来订阅来吧营业中官方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不错过任何精彩内容哦。